的观众小可爱们，你们好呀，我是三鸡。今天想跟小可爱们分享的是一部新海诚的动画短片《某人的目光》。温馨提示：成年人请谨慎观看，因内容太过真实，容易引起不适。结束一天工作后的小林身心俱疲，他将所有的力量依托于公交车上的吊环，一只手累了就环另一只，两只手都累了就挤在一起。耳朵自带降噪功能，旁人炫耀或是抱怨的对话都只是窗外各色风景的背景音，无心看也无心听。这段回家的路是小林每天必要的艰苦修行，大概你我也一样。终于回到家，小林第一时间栽倒在床上，没一会儿他便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。父亲询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，小林回答挺好的。小林反问父亲和宠物小咪怎么样，父亲的回答毅然，但其实他们都撒了谎。小林今天刚刚被经理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父亲也是被上司训斥，小咪则因猫龄已高总是睡不醒。父亲说自己正巧在附近有工作，所以想邀请小林久违的一起吃个饭，可小林撒谎自己在公司，拒绝了父亲。可实际上父亲并非碰巧路过，而是精心准备了两份高级便当，特意来到小林的公寓附近打的这通电话。好像跟父母一起吃饭已经不再是件能治愈生活的事了，反倒更需要收起委屈的情绪，装作开心的样子。可小时候明明是个无论做什么都兴高采烈的孩子呀，跑步、吃饭、说话、唱歌，好像每一件事都埋藏着巨大的惊喜。后来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得不留下小林和父亲单独生活，为了安慰小林，爸爸特意带回一只猫作为陪伴。慢慢的，猫咪长大了，小林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，第一次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交圈。从那时起，生活的大部分喜悦开始来自于外面的世界，父亲的角色自然而然地从英雄回归成普通人。女儿甚至对这份普通抱以亲密的态度，然而父亲仍因女儿的成长感到欣喜，与此同时承受了更多的寂寞。青春期的少女难免会跟朋友一起说父母的坏话，也会因为内心愧疚而主动给父亲做饭。后来小林因工作的关系搬离了与父亲共同的家，开始了向往已久的独居生活。然而长大后的世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好过。刚刚分开的那个晚上，父亲和小林都哭了，像是被夺去了重要的东西似的。而后的某天，小咪回到喵星去了。小林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回了家，翻看着曾经和小咪的照片，其实不算遗憾。那天小林留在家里住，第二天还为父亲做了早饭，两个人互相打趣的聊天，时间一下子仿佛又退回到了小时候。后来小林和父亲的关系好了许多，家里又来了新的猫咪，妈妈也结束了漫长的工作，回到了父女俩的身边。我们都无数次的被生活打倒，清晨心中的千军万马整装待发，夜晚溃不成军的队伍在不知名的城池前叫嚷着痛苦和不甘，将生活中无声的崩溃和战役用温柔的笔触表达，精准地对每个观众投下炸弹，在柔软的内心深处引爆。这大概是我觉得新海诚最有魅力的地方吧。而且这则打动人心的动画短片其实是新海诚在2013年为一家不动产公司制作的广告动画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三金的话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，爱你们哟。